在这，我们要带您看的是中华文化总会文总匠人魂系列影片，记录台湾百工百业匠人的身影，吸引了全世界有破500万人的观看。六月开始，文总还推出为匠人魂主角们打造的全新专属纪念匠人历，向他们一生玄命的精神还有技艺致敬。那这一次这个影片主角呢，是专做手工黑糖的张习斌父子。身为唐都台南的大家长，黄伟哲也出席分享唐对台南历史的特殊过往。文总这回就像你看到的黑糖为主题，制作出这一集叫做《手作记忆的糖》，前进了台南关山南化水库去拍摄张习斌还有张月腾这两位糖师的故事，并且跟着他们一起回顾台南糖业的历史，同时也让大众对匠人精神有更深的理解。Hello， 我是李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